Mickey 跟 Mickey 见面了。我这趟旅程最后悔的事就是，这是我第一次那么想搭的这个米奇。我不是跟你说，那我的那个衣服，他在哪里？真是回来了。米老鼠的家了，你可以看这是唐老鸭的树哎，看唐老鸭，我去过香港的迪士尼，我觉得米老鼠的声音，你现在变米老鼠的声音，米老鼠的声音很像曾志伟。Ohio， 我们打算在那边待两天，然后我们这一次呢是住迪士尼的饭店，因为我们觉得带小孩已经很累了，所以我们想要就是不要再舟车劳顿这样。没错，这一呢有一个梦想呢，就是去遍全世界的迪士尼。对，你目前去过几个？现在就是。除了法国的没去，上海的你去过？哦，上海也还没。说到这个，不觉得很好奇一件事吗？什么事？我很好奇迪士尼是如何做决定要开在哪一个国家？哎，你是不是要问一下 ChatGPT？ 好，我待会来为各位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国家自己要去跟他争取吧，他带来那么多观光效益。我们要跟着前面的那个小米奇走。就可以有很多泡泡了。你看，听这个音乐就很开心哎。这个就是舞蹈社副社长的舞蹈实力吗？陈美琪，你有开心吗？看这背应该是蛮开心的。妹妹，你开心吗？开心，开心。耶，今天来到迪士尼了。然后其实我很久以前也来过迪士尼。然后为什么我很喜欢迪士尼呢？因为我觉得就是每次来到这边呢、啊，都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然后其实迪士尼的这个 slogan 是Where dreams come true， 就是每个人来到这都会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然后我记得之前呢，他的创办人也有讲过一句话，就是 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make it。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能就是。勇敢做梦，对，然后你就一定可以达到。我觉得每一个人呢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机会。然后像现在我们就是在远距工作嘛，我们现在就是边旅行边玩这样子。那如果你呢也想要就是可以这样子随心所欲的提前享受这个所谓的自由的生活，我们现在呢有一个远距工作免费的这个测量表。然后如果你想要先测试看自己适不适合远距工作的话呢，欢迎下方免费索取哦。什么角色啊？我不认识。嗨嗨 ，Mickey， Mickey， 你快，在那边。你要说什么？你好，阿里嘎多。阿里嘎多。非常有这个迪士尼魂 ，mini 的这个耳朵。可是这个看起来不是这边买的，因为只有我戴这个。阿美，妹妹啊！阿美，阿美，你是 mini 吗？戴这个，这是 mini 的，我要戴头上。好，那你跟美人站在一起。好可爱哦！你变什么？这哪是什么胡瓜头发？对。哎，这个车车是 Mickey 的车车哎。
个是什么什么小偷的。Mickey 跟 Mickey 见面了。啊？那个也是 Mickey 耶。游行，然后顿时发现这些年来迪士尼也一直在超越，做了很多不一样的动画，可是其实都是迪士尼的，比如说像是什么可可夜总会啊、天外奇迹啊，然后还有什么动物方程式，对，动物方程式，还有一个那个很可爱会偷东西的小朋友，那个叫什么，胖胖的 Batman 就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对迪士尼真的太优秀，就是稍早才跟 Wayne 讨论说没有人可以超越他们，因为然后有哪一个做的稍微成功，他就直接把它买下来。可是那个被买的也已经会很，也已经致富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迪士尼这个 entertainment 集团已经没有人可以超越他们，所以他股票可以买啊。对。我这趟旅程最后悔的事就是买了这个气球。你看，它一直这样子。因为今天风很大。它风超大，然后不管它会撞到人，然后绑在车上又一直打到我自己。这是我第一次那么想搭的这个米奇。都不知道我们会坐到哪一艘。好，出发，秀云队，对不起，拜拜。我就跟问说，哎，高飞跟你应该会很合，哎，你看他的家，他种了很多菜，有个那花圃。我们现在有下载这个 app， 然后他都会告诉我们要等多久。然后我跟他说，最红的是 Mickey Mouse 的家跟那个米妮的沙龙这样子。他就说，你想看 Mickey 的家，我带你去南港看就好了。就是这位 Mickey 的家，不用排那么久，回去看就看得到了。Mickey， 我刚刚说高飞是 Mickey 的好朋友啊，然后你刚刚说什么？你说哈 ，Mickey 不是你吗？高飞是你好朋友吗？是吗？高飞是妹妹说是，妹妹说是，我也是。这是你好朋友的家吗？是啊。这个好色。陈美琪，你怎么一直射上面？你要射那个布幕吗？我在唐咬鸭的船里面，好，掉下来，耶，很不滑是不是？唐咬鸭，你可以，这个也是高飞的车子哎，好，小心 ，Goofy's car。我去找爸爸吧。我在迪士尼玩的时候呢，就开始下雨了。我们就想说，那我们直接来就是 check in 饭店好了。然后我这边真的是超级推荐大家，就是有小孩的真的要住在迪士尼里面。但是它迪士尼其实有分很多间，然后我们住的就是 Disneyland 的正对面，叫做 Tokyo Disneyland Hotel。然后呢，我现在到饭店啦，来拍一下 room tour 给大家看。我们这次住的呢是比较复古的米奇米妮风格这样子。然后进来的地方呢就有厕所，然后它是干湿分离，这边是马桶，然后这边呢是浴室，然后它这边呢就是有非常多很可爱的这种迪士尼用品，就是一个梳妆台，然后接着就是进到我们的房间，我们这边呢有就是两张双人床，可是我觉得他们双人床都是比较偏小的那种，应该是单人加大吧。然后后面就是有那种复古的米奇米妮，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房间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很多哎。哎，这边还多了一张床，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小小的卧榻，
然后外面呢，往左边这边就是 Disneyland 了，所以真的非常的近，超级推荐这间的。因为呢，其实这个迪士尼饭店有非常多间，然后有很多系列，有不同 style， 比如说他们还有那个玩具总动员的、啊、等等。这一间呢是就是在 Disneyland 的正对面，所以累的时候呢就直接先回饭店休息一下。现在大概是三四点，我们想说先回来休息一下，然后晚一点吃饱喝足，然后小朋友刚好都在睡午觉，然后睡完之后呢就可以再走到对面重新进去这样子。现在两只都在睡午觉。然后呢，爸爸刚刚点了就是 Uber Eats， 我们要来好好的吃饭休息一下。我们在饭店休息完了，然后现在重新再进到乐园里面，真的非常推荐大家住在 Disney 的饭店里面，就不会感觉就是一整天超累，中间可以回饭店休息，感觉又是一个重新开始，而且晚上很漂亮，超美。等一下，我现在是他的那个善意满满。我现在是他的这个饲养员，宠物饲养员，他是我的小海豚。对，他只要饿了就会慢慢，他会一直喂食那个小零嘴。我们这个小海豚很听话，叫他恭喜恭喜，他就会恭喜恭喜。才艺表演就要喂，你看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哦。啊 ，Good job！ 然后喂食喂食。晚上人潮完全没有比较少。对啊，因为 Disney 开到十二点。我们刚刚在排队，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送给我们两只这个 First Ride。妹妹，爸爸妈妈拍一下。我们第一次的体验，对。さすがデイジブ、上手です。皆さんはラッキーですよ。今日はちゃんとお守り持ってきましたからね。ミキー、他就是ミキーへ。你有没有跟ミキー嗨？我们等一下去看一个厉害的东西，帅哦。要开船了，开船了！我是宝贝哦，不知道。你刚刚那个木头汤匙哎，它掉到地上。好吃哦，好吃哦！有赞吗？有。好了好了，没有了，妹妹，你不能吃了。我们吃啥啦？好香哦，他们怎么都没有问我？你也吃吗？我也想吃，我也想吃女娲的。啊，哎呦喂，好冰！妹妹，最后一口，最后一口好不好？不能再吃了，好不好？吃最后一口，我要折折的折折。好吃吗？有赞吗？啊，有赞，他不能吃啊、哦，你吃太多了。妹妹，你不是说最后一口？哥哥，妹妹，妹妹要进攻了。哥哥，你说你要拿什么啊？要拿他玩具给他。哦，哥哥，你玩哥哥的玩具。哎呦喂啊！委屈。想吃。哎呦！最后一口，最后一口。拿你的玩具也给妹妹玩，吸引她的注意力。妹妹，你还吃这个面包？爸爸那里，爸爸那里有面包。哦，想吃，他能分辨他想吃这个冰淇淋。哎呦，看哥哥吃，好想吃哦，怎么办？虽然我个人非常喜欢迪士尼，但基本上呢。我自己不会买太多迪士尼的东西，但是我今天在游乐园呢买了一件衣服，是这个 Baymax 的。我其实之前没有特别对它有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呢，
我觉得这一次就是看到很多他的产品啊，然后还有他的那个游乐设施，我觉得他特别的萌，突然被他有点萌到。像我们今天有吃一个汉堡，然后也是做成他的造型，我觉得很可爱。然后问呢也买了一件衣服，他是因为他被这个 W 给吸引，他就觉得根本就是他的衣服，因为是 When 看完迪士尼的东西他都会有一些主题嘛，然后看他后面是什么 Born to be bad， 我生来就是一个坏胚子这个是大野狼欸， Big Bad Wolf。 然后他旁边其实还有另一个，前面是写 P， 然后他就 Pig， 就是三只小猪的，然后后面就有三只小猪。大野狼 Mickey， 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你的，你今天买了什么，你买的东西。结果妹妹趁机来偷吃，快点快点 ，dinosaur， 赶快带这个。妹妹在那边吸这个也好，这个的战利品，把妹妹吃掉了。dinosaur， 这个是那个 Toy Story 里面的那个那只恐龙，他很喜欢。妈妈，这个东西买回家真的是。不知道干嘛欸，但是他就是超喜欢的，就不买不离开那里。妈妈，哦，你要吃这个哦？这个，我刚才以为你要拍，你要录影的。陈妹妹，你今天在迪士尼疑似没有什么战利品，没有什么战利品，但是你好像有吃就好了。我爸爸明天帮你买。开心吗，妹妹？妈妈抱抱是不是？今天是第二天，我们来到 Disney Sea， 然后刚刚一进来呢，就看到 Mickey Mouse。妹妹不要害羞，你跟高飞拜一个。你说 Hello。我相信玻璃可以的，汪汪队。好，我相信汪汪队可以的。哎，那你的恐龙呢？那有恐龙呢？在那个厕所，你真的是，你真的是永远不知道东西放哪里。真的是鱼哎、欸！因为对，坐。
水母，对不对？他们坐我们后面的水母，嗨！呜、哦，好高有没有？下去了，这个超酷的哎，用手机的光就可以写字。哦 ，Uno， 还有 Uni， 哇，超清楚了。妹妹，你要吃爆米花吗？要。你今天是小米妮吗？是吗？妹妹，嗨。你是 Mickey， 你忘记了吗？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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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好了没？好，我来找咯。好，我来找看看，妹妹呢？哥哥呢？啊！我看到一个小可爱了，妹妹，我找到你了！哥哥，啊，找到你了！换你。我们来找哥哥，哥哥呢？哇！哇那你去找哥哥。好，走。我们去找哥哥，哥哥嘞？哥哥哥哥在哪里？哎，哥哥嘞？咦？哥哥嘞？哥哥躲去哪里了呀？妹妹，哥哥也在那吗？没有啊，妹妹，援救起行李箱。哇！找到哥哥了，找到哥哥了。换妹妹。好，换妹妹躲。好，妹妹躲起来。好，妹妹躲起来。哥哥，你要去数一二三啊。拜拜 ，Disney。拜拜。Mickey Mouse 拜拜 ，Mickey 跟 Minnie 拜拜，拜拜。这个还要再来。等你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再来。不是的，等我们。你要说等我们。等我们。可以照顾自己的时候再来。可以照顾自己的。再来，我们终于结束两天的迪士尼之旅了，相当可怕。为什么相当可怕？因为人太多了，好可怕、啊哦。可是你一直赞叹迪士尼，我觉得对啊，我觉得迪士尼真的很了不起。你就一直觉得说他们不愧是全世界第一的这种娱乐产业，他们所有的场景都非常的逼真，而且非常的壮观。哎，陈先，我们这边在录影，讲话请小声一点好吗？好，对，我有听到，但你小声一点。好，我知道了。那我们很快就结束录影了，请稍等一下哦。越讲越故意。对啊，太吵了。我们要录影片哦。好，快点。妹妹在这个时间把她袜子给脱了。好，快点。迪士尼真的是娱乐界的龙头。我觉得他们每个场景跟每个，比如说动物啊。
什么都做得非常的栩栩如生。嗯，然后我们这一次就是去了两个 park 嘛，一个是 Disney Sea 跟那个 Disneyland。那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如果你只有一天的时间，你可以先去 Land， 因为那边的场景我觉得更梦幻了一点。嗯。Sea 的场景很多都是那种很壮观、很大片的山啊、岩石啊、湖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 Disneyland 它就是有一种梦想中的乐园的感觉。那这里面都是城堡啊什么的。你自己比较喜欢哪一个？我比较喜欢 Land， 因为可能我第一次来这里，然后我觉得那个 Land 给我的冲击比较强烈。哦、okay ，对，那 Sea 当然就是都很壮观，但 Land 就是 Land 更有迪士尼的感觉。对，就是一种很梦幻的感觉。这一次我们来这个乐园啊，然后你有没有什么觉得最大的挑战啊，或者最做得好、做得不好的地方，或是给那种爸妈带小孩来的一些建议？带小朋友来真的是要有非常强大的心理准备，因为每个游乐设施都要排很久嘛，30分钟最少，然后他们就没有啦，也有一些15分钟10分钟，他们现在有一个 APP 很方便，他们就会在那边捣蛋啊或坐不住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那你就要有各种可以安抚他们的方式，比如说像我们就是一直提供零食，对，然后让他们可以安安静静的排队这样子。我们之前有分享我们在东京的时候五天有吵架一次嘛、嗯、然后这一次迪士尼其实更累，而且我们每天走路都快2万步，18000多步。哎，但是这两天还没有吵架。嗯，这两天都是他情绪比较不好、嗯、因为这两天他都是负责领队嘛，然后他就是第二天早上他说，哎，我们住这个饭店可以提早入园，然后他说、哦、好，那我要比如说8点起床，我说8点起床铁定来不及的，然后说那7点半，然后7点半呢他要赖床到7点40，然后反正用我们有吗？有、哦、反正用我们就还是来不及在9点之前到迪士尼门口啊，然后他就脸很臭。因为照理来说我们不用排那么长的队，可是就因为晚了几分钟，所以就需要跟着大家大排场。他们如果住迪士尼饭店，他们有一个就是特权，可以在开门之前先进去这样子、嗯、对，你就可以先去玩你想要玩的，然后就比如说最经典的，然后要排队最长的，你就可以先去玩那个、嗯、对，但是整体而言我还是觉得很开心啊，然后小孩也很开心，然后希望下次可以再去别的迪士尼哦。我觉得在东京迪士尼等他们再大一点还是可以再 来, 可以再来，因为就像你讲的现在是玩小朋友玩的，对，然后等他们大一点可以玩青少年玩的，没错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呢就要去下一站，我们的下一站是京都，我们要去跟我们的朋友会合了。好，那我们下个影片见吧，拜拜。这个帮你推哦，这个小帮手他帮他妹妹推车。 Disney 的那个 slogan 是 If you can dream it you can make it， 诶，是吗？等我查一下。掉漆哇，你在镜头面前然后这样子收行李箱是想要塑造？我要有一种我要对你的感觉，你不要误会啊！我想说，一般都是我来收行李箱，然后现在镜头拍，你就赶快拿来做。